两岸共饮一口水，但是今天我们两岸也要共走一座桥，这个两岸之间的桥梁一定可以拉近我们两岸之间的关系。因为我最能体会，我当会长的时候，我经常听到说像翔安、友达、冠捷，有很多的科技厂，包含三安，有很多的台干，他子女就学还有就医还是有他的瓶颈。但是我们知道说白领来祖国大陆打拼，最主要的子女的就学问题，他有的子女来到厦门，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就学的政策来让他去就读，但是有的毕竟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，不大习惯。但是通桥以后他很方便，今天干部在那边上班，晚上都可以回到金门家里面去啊。两岸下金融合是奠定我个人是认为说伟大民主复兴非常重要一环，因为金门离我们是最近也是最亲的地方。就是陈龙那个总书记这次的贺信里面，两岸之间要越走越近越走越亲，我们应当是从下金融合现在走近，向下金融合发展来走亲。金门人经常到我们这边来采购一些东西，来做一些的交流。那我们这边呢也到了金门去观光旅游，回来还买了伴手礼，金门菜刀等等，表示早期下金的融合都很频繁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些政策来扶持它，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我觉得下金我们是一家人，最快成为一家人就是下金融合。